为了更好地掌握健康扶贫政策，康丰乡卫生院按照县卫计局关于开展健康扶贫七个知晓宣传片学习活动要求，6月28日物院组织乡村两级家庭健运医生在卫生院观看学习了健康扶贫七个知晓宣传片。一、知晓政府补助参保费用政策，参加城乡居民医保政府给补贴，不参加政府不补贴。二、知晓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政策，签约家庭医生，健康有人管，看病有人帮。三、知晓门诊慢客病管理政策，办理慢病卡，吃药能报销。四、知晓非急诊疗政策，有病先去找村医，住院先到卫生院，转院要办转诊单，不然医保报不了。五、知晓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及时捷报服务政策，自己只掏少量钱，这项政策真是好。六、知晓住院报销政策，扶贫政策好，报销比例高，最多掏3000，其余政府包。七、知晓脱贫不脱政策，脱贫真光荣，政策照样响。通过学习乡村两级家庭签约医生对健康扶贫七个知晓的内容有了更深的理解，从而为辖区群众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元梦，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